大家好，谢谢今晚你们的出席，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呢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丢牌了你。大家好，我是周初明，我就是那个做电视机的周初明啊，电视机拍车哇，video拍，这video的人哦。 其实今天真的很感恩，能够站在这个台上分享见证，好、哦，不要说分享，坐在下面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本身哦，以前呢很讨厌基督徒的，这里有没有人很讨厌基督徒的？有没有？有啊，以前呢、啊，我以前怎么个讨厌法？我很喜欢捉弄基督徒的嘞，我每打喊，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没有是要祷告，真贵嘞。 主啊，感谢你啊，感谢你擦鬼掉乌了，哇！罗姐啊，哎，刚才我没打，把刀咬了，你给我点点汤讲呢，给我点肯德基啊，哇，眼睛一看肯德基不见了，因为我放在下面啊，不过我跟我朋友讲，肯德基给麦当劳的安哥拿走了，给麦当劳叔叔拿走了，我就很讨厌基督徒，我真的是 gay。 再加上我本身的背景，因为呢，我从小很多时候都住在我阿妈的庙，我阿妈是一个党基，听过党基吗？三星五星三，三星五星三啊，我就在那边负责添油啦，我就做这种工作的啦。那么我阿妈灌输我一个意识，也没有错啦。对他老人家来讲，他就说吼，妹啊，那是等人，等人就拜等人生啊。 华人要拜华人的神，耶稣是阿摩神，头毛 QQ 有秋黑，一无做人半天。哇，我说 OK OK OK， 他说耶稣是阿摩神，我们拜等人神，所以我这种观念在里面，一直到我去到 Blaming Six， 我很幸运不像 Melinda 遇到那种不好的老师啦，一直夜黑对不？但是一直黑波。 但路也黑波了，我遇到老师都 OK， 一直到我去到 Primary Six， 不是有 PSLE 哦 ，Please stop learning English. That's why my English is no good. Every time I think past tense, present tense, I very tense. I become spider already, very kanchiong. So my English is no good. 所以我就选 secondary school 啊，要选一个比较。 有机会接触到圣经的 Bible 吗？我就选呢 Catholic 啦 ，Saint Joseph 啦，哇，很多的 Mission School， 结果上帝把我放去圣婴中学，有没有圣婴的学生在这里？没有啊，啊有啊，看不到你，哦，这太好，哦你啊，你圣婴啊，No wonder 跟我一样聪明。I love you, Madeline， 圣婴中学英文叫什么？ Holy Innocent High School. Look at me, I'm very holy and innocent. Hey, 卖球嘞，真的啦。都拜无他借了，都拜无。哎，我的学校出很多名人哦，李伟松、郑展伦这些哦，Pierre Pang 啊 ，Pierre Pang 也是 Holy Innocent 的，都是好学生来的，无他借好学生呢。我就读了两年的圣经，四本福音书读到完。 心里有激动，有澎湃，可是因为每次读，我想到阿妈的话，周杰伦是听妈妈的话，周初明是听阿妈的话，就没晒亚索是阿摩斯，我没晒相信亚索，好，我就始终要拜我们华人的神，一直这样咚咚咚咚咚咚，没有机会跟好朋友耶稣接触，一直去到1990年。 我参加了 SBC 的才华恩义出新秀，你们懂什么是 SBC 哦？你懂啊？叫什么 ？Singapore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哎呦，我们的伊拉一样的。<笑>没有，我比较 knowledgeable 而已。SBC 是 stand for Singapore Bible College 啦。哇！没啦，别了啦，我还没有那个能耐啦，就去了 SBC 演戏，瞬间做电视机嘞，屌就好凉吗？ 那做电视机哦，周初明喜欢做电视机，周重庆是做雷六的啊。
你做累了，我做电视机。阿林冠，我走，你懂每次拍戏都要很多的拜拜的仪式吗？对吗？我就跟着做喽。他们说你一定要做，我就每次问拜谁，去拜就对了啦，拜就可以啦，我就跟着做喽。后来我自己本身在那个环境里面，我越来越迷信。虽然我那时很红了，红过现在的徐冰了，是真的吗？有没有徐冰的 fan 在这里？我敢讲，对不对？我是不是以前很红了？你问中国重庆就知道了。哎，嘿 ，hello， 对吗？啊，我真的很红了。以前呢，不过那些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可是那个时候，我很喜欢追求这些东西。哦，然后我每次去问师父、问高人，他都跟我讲：“楚明，你要更红更旺啊！你要做很多工作，特别你是在冬天出世的，十一月出世的哦，你需要红色的东西。”所以我的内在美啊，打败嘛是红色的嘞，真的，我们是去穆斯塔法那边买的，因为啊那种圆的不能拿的人他不认识我，一盒里面。红黑白吗？我真坏了，我拿三盒，咕咕咕咕咕，红了一条。红的 one box， 那个人看不能那个，啊不，哎，啊，他不会包逗我吗？因为他不认得我吗？直到我拍了 Mr. 加速之后，我有 unbounded fans 啊，我就不敢去了啦，就比较而乐一点点。所以每次穿红色的要旺嘛。甚至有时候师父跟我讲：“哎，你今年不能够吃虾面呢。”哇，加烂鸡，你也不要吃虾跟虾面怎么办？所以每次说：“阿弟，我要虾面，不要虾。”用加料的嘿嘿啊！啊，我就相信了，真的就很怕这些东西，越来越迷信。到了95年，上帝给我一个机会，他安排了一位天使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就是我的 ex girlfriend， 我现在的老婆。啊，他每次就跟我传福音，我便心想不要啦，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四马路啦，对吗 ？You go your church, I go my own church. I don't like to go church. 我每次去 church 我头晕的嘞，真的，我就 migraine 就来了，所以我不喜欢去 church， 所以我 miss 掉这个机会。到97年，我拍一部戏叫做《不老的传说》，你们有看吗？哇，你们好有空哦！现在的戏都没什么看哦，因为现在的戏不好看啊。除了118，还有雷六要听972啊，遇见蝗虫呀 ，OK， 记得要听，记得要看。So， 我就因为这样哦 ，miss 掉这个机会，就是。上帝，我就不接触上帝那个时间。可是呢，上帝安排我的太太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她每次跟我讲，我 miss 掉。我说我不要去 church， 什么特会什么东西我都不要。到了97年，就是拍《不老的传说》的时候，我受伤了。我拍一部戏，跟那三面讲好 one two three four， 那个三面来 four three two one， 然后我就进了医院，躺了一个礼拜，在家里躺了一个月的时间。出这一个月哦，他就说我的 steam disc L4 L5 出来，动到神经线，我的脚就没有力。我做了很多 physiotherapy， 每天去700个啊，昂哥3个月 check out， 你 check， 安迪也 check out， 我还在那边700个，我真可怜呢。我就问医生我是不是没有好，他说 try 了很多方法，结果去 try 中医。针灸啦，推拿啦，按摩啦，拔罐，我最不喜欢推拿的。你问什么吗？这边推那边拿钱，推拿推拿，哇！找你啊，有没有中医师在这里？没有哦，啊，有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不是腰痛的问题，我是肌肉萎缩症的问题，所以他们查不到。我就哎呀，又 miss 到这个机会，什么医生都看到完，这时候。我太太又出现，嘣，来 ，come to church。I said no， I want go on church。Yeah， I'm Mustafa， buy my underwear。我 miss 掉那机会，又没有机会能跟耶稣接触。
就这样 miss 了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一直到2008年，我拍一个戏叫做《心花朵朵开》，你们好有空哦，这个戏你们也看，不错了，我演的戏你们都看是不是？那就对了，那就《心花朵朵开》这个戏的50多集，我就只有一天跟陈泰明在一起拍戏啊，悠悠的老公陈泰明啊，跟他一起对手拍，就拍那么一天。他那天走过来跟我讲 ：“Ming 啊，阿 Ming 叫阿 Ming 啦 ，Ming 啊，我去给罗邦介绍好了，我一个罗邦介绍给你。”我生气了，因为我是罗邦 King 嘛，他介绍罗邦给罗邦 King 了 ，Never give me face。他讲了下一句，我更吓到。他说：“我信耶稣了。”啊！我说：“你信耶稣？你狂笑吗？”他说：“没有了。”我说 ：“OK， 不行，我得好好的跟你谈一下。”结果那天呢，我们去了宝宝六路那一家好掉的一个咖啡那边，谈了足足3个多小时。听完之后，我心里面有澎湃，很激动，很想这样信主，可是。听阿妈的话，没晒，没晒。回到家问我老婆：“哎，达令，哦，我叫我老婆叫达令的了。你们有叫达令的吗？没有啊。父啊，原谅他们。Father forgive them. They never call their wife darling. Forgive them. 然后我就说：达令，你是基督徒啊，归找你了。”可是你懂，有时候我们拜拜的，我那时候我拜拜，我的ego很高了，我干嘛要跟基督徒讲这么多话 ？OK 了，算了。那个时候，2008年8月8号，他必须去威尔士，就是英国那块的那个地方，去读他最后的一张 paper， 3个多礼拜。他走了第一个礼拜，神迹奇事发生了。那个时候我的女儿，大女儿只有6岁，突然间有一天她这里跑。肿了，很大个嘞，等浪叫你看得逃破呀，有听过哈？必须叫一个笑虎的人写一个老虎在这边，写难看对吗？那我妈妈说赶快写，我说不行了，可以拿 sticker 连嘛，连老虎一样说 no no no， 我去带我女儿去看医生，医生我认识的嘞，你看，你没有笑了嘞，我给医生嘛，你做出名你没有戏拍啊。带女儿来看医生啊，你女儿那边有事？我说有啊，在外面等着你，宝贝竟然就没有了。我说莫非你是笑虎的啊？没有，结果呢还要给医生15块呢。金红谈了呢，nothing happened， 怎么 call give then go。到了第二个礼拜，我的一个做道具的同事突然间走过来看着我，阿平你变了。我说肥了瘦了还是胖了？他说不是，你今天喜欢骂粗话的嘞，动不动的啊，没有了，奇怪了，还有你也喜欢买马票了，也没有了，怎么这样子？我说对哦，为什么这样子啊？我也不明白嘞，我就有点干僵，马上打电话给陈泰明，陈泰明第一句话就跟我讲 ，Man 哎，差不多了了嘞，我 angry 嘞。差不多就是说你要死了吗？对不？你要差不多了，然后差不多了就是差不多要死了。Angry 了，我跟他卡点位嘞。Angry 啊，那我就觉得为什么这样啊？刚好到了第3个礼拜，那是我的小女儿只有4岁，有一个晚上准准12点钟，哇，把到跳，哇吐嘞，准准哦，12点、1点、2点、3点、4点，每个小时准准来嘞，我很生气了，真是，我在想哇。陈泰明说差不多了，到底要代表什么？耶稣，少利亚，我那时真的这样讲，耶稣，赶紧别出来、啊！我 confess and repent， 那时候说耶稣，赶紧出来啊！跟你谈判呢，如果要相信你的时候，这样多麻烦的咩？到底什么事情？啊啊！为什么你要这样了？出去看白灯，哇！要想想要找，可是我在想，以前我一个东西可以讲话吗？因为我家里没有耶稣的塑像，什么都没有。我想找十字架，十字架也没有。你拍戏不是叫了等等等等等拿十字架吗？后来我突然间很聪明，我想到哦，每次我老婆说 ：“Oh Heavenly Father，
Heavenly Father. Oh, Heavenly Father. So Heavenly Father 应该在天上了，上嘛上嘛了，我就把课灯拿上来，看了窗口望天，哇蒙天，哇蒙天，因为想到阿摩星，阿摩威嘛 ，My English 上 cannot 啦。Then I talk say Jesus, I say what you perform what 啊。 Although my past and present day no good, but you do whatever you need to do. Okay? 我讲, 福建啊,丢酒了, 海南啊,讲了, 讲完了, 神迹其实真的出现了, 我看那个影子上来, 我说了, 耶稣来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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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我转头一看, Oh my, 我的女佣啊, 头发乱乱的, 头发上上哦, Gasket plastic long enough. Say, what point is it? What happened to you? Wow, I'm so getting scared. Say, you are the more beasting, beasting, and jack up to Jesus. You talk to Jesus. Ah, siao, siao, what? I'm so sorry,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他说 ：“OK, Sir, you think this one 啪一个 plastic bag， 我看了我吓到，向云姐姐在里面 ，Salt and Save 的那个 plastic bag， 神神神妈妈最棒，向云姐姐有来吗？没有哈，哇，吓丢嘞，他拿了 plastic bag 做什么？他说 ：Later 啊，妹妹 vomit 啊，你不听，哇 ，Sir, I'm smart 啊。” I say not smart lah, you go gang lah. No need carry go toilet ma. Okay, never mind. 我就等，等到六点七点八点，我女儿没有吐了嘞。圣经讲得很好吗？手腕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哪怕我还没信主，可是我凭信心来支取他的应许。哎，查某干部代志，九点半我带我女儿去看医生。哇，周聪明，你真的 confirm stand shop。 你没有戏拍啊，你很有空，带你女儿来看医生，前面都一个，现在多一个两个了，不用请了，先回去，但是要给15块，给人家。回来叫我老婆专程打电话给我说，她要提早从英国那边回来哦，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要去 church 啊，她吓了一跳，后来呢，隔一天她飞回来了，就在那天晚上8月30号。 我就跟着我太太李南星、陈泰明他们去了教会。我告诉我自己 ，normally 人家去教会啊会哭对吗？对没有姑娘来的呢？爱心教会不可以哭的哦。我嘎啷嘎啷的，哇，走进去煞煞无笑这样进去。The moment 唱歌，除你以外，哇靠了，啊，没答案了，那我马上拍谁吗？ 钟楚明嘞哭嘞，找陈泰明拿 tissue paper， 陈泰明也哭啊，没编啊，找 King of Category 李南星拿 tissue， 李南星也哭啊，哭了比我厉害嘞，那南星，哇，哇老没打，这种人为什么你这样的 ？OK， 我也跟着大声的释放了，让宝里面的苦毒啊，不开心啊。 都哭哭哭！我觉得我的眼泪是喜乐的。然后就在那一天，8月30号，星期六晚上9点大概07分这样，我信主耶稣了。可以给耶稣一个掌声吗？信了耶稣之后呢，我就跟耶稣说：“我到底发生什么事 ？Please 跟我讲好不好？我觉得我不是 Steve Lee 这么简单呢。97年拖我到2008年。” 什么东东我都做过了，西医、中医、推拿、针灸、拔罐，很不当了。Please tell me why。隔天摸，我就去了我太太的教会，就遇到一位病痛专家，很厉害了。他讲，摸一下，一面摸哦，他一边摇头了，很怕医生摇头，对不对？每次看电视剧没有手术房的灯一按，医生走出来，<笑>我们已经尽力了。 他我就怕他讲这句话摇头，他一摇头，我跟着摇头嘞，哇，两个讲摇头，我说 stop 医生 stop 跟我讲，我到底怎么了
出名，你不是 sleep disease， 不是腰痛，你有肌肉萎缩症。我说是咩来诶？啊，好叫我讲马上救水。哎呦，我讲马上救水，那个笑，无良识别人啊！你，他就说我马上救水，下一句话就讲，我看哦，你最多两年的寿命，就真的交登记了。哇，那时候我的心就沉了下来，两年我就马丁贡咖喱了嘞。那你可以这样子，我女儿还那么小，我跟他们长大结婚了吗？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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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second opinion， 看了 second opinion 异样了。这次的医生也是摇头，他不止摇头，他也哭。他跟我讲，朱初明，我从小看你的戏长大，他的样子比我老了。我从小看你的戏长大，我是你的医生，可是我没办法医你。我说不要哭，不要哭，我怎么了？你最多这样18到24个月就这样了。哇，整个心砰掉下去。我说算了，第三个医生都有别念。在看第三个医生之前，我还记得我在 Downing Mall 那边的 food court 的一个角落，一个厕所那边，我吃不下饭嘛，祷告，祷告了一半，我明确的听到上帝跟我讲，赏赐的也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当然不是指上帝给我这个病，但是这句经文给我的理解就是完全的交托。我说 OK 神，我完全交托。 You say what what 啦，就是你说什么就什么啦，听你的啦。但是 please take care 我妈妈，我老婆，我两个宝贝女儿， OK， 给他们丰衣足食，有吃有住，好的 boyfriend， 好的 husband 给我女儿， please 啊。 OK， 我就去看医生。医生突然间跟我讲，Chew Chor Meng， good news and bad news， what news you want？ 说 bad news first 啊， bad news 就是你得了肌肉萎缩症。我说有这个 news 还有什么 good news？ good news 是你的基因有些突变，你不会因为肌肉萎缩症而死，你可以活10年20年30 40 50 60，我不知道，但是你的生活作息各方面都要改变，都要有些更改。我说 OK。 他说接下来哦，可能你3年要拿 walking stick， 4到5年呢拿拐杖，可能第6年就要坐轮椅了。08到今年2014年，6年了。哎，我还能够站呢，我还能够开车，感谢主，我真的很感谢他的恩典。因为在医学上是没得医的，我没有药可以吃，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做，我们就凭信心，我祷告，我支取他的应许。我还记得在2011年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度，曾经一度，我呼吸开始有点辛苦，我还以为我的肺都开始纠醉了。哎，真的，因为肺纠醉可能就不凉了。可是经过祷告各方面，还有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人事与物，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我有点不太舒服。我就祷告神，神啊，你我是不是忘记了我？你没给我力量。我这么聪明还活着的呢，可是上帝也明确地告诉我，孩子不用担心，我永远都与你同在。你忘了我的名字，我叫以马内利 Emmanuel， 神与你同在。他告诉我，孩子永远不要放弃。也就在那一年2011年，上帝给了我一首歌，他要我周出名写词。我说上帝，我怎么会写词，唱歌都不行呢，我要你写，你太太不去。我说 OK 咯，我去听你的。 You say what what 啦，我就应着神的这个应许，我就跟我太太写了一首歌。所以今天我想邀请我的太太为大家献诗。每个笑容的背后就有他的故事，这是我们的故事。可是我要跟你分享的是，我这个很可爱的神，他真的是出乎你可以想象，出乎你可以了解的一个神。因为他就是这样爱我们，在我们最艰苦的时候，神给了我们一首歌，很宝贵。因为这首歌的歌词的 title of the song 就叫永不放弃。神跟我讲，很明确跟我讲，这首歌是给你的老公填的。我想我们两个都不会唱歌，也不会音乐，怎么可能写歌？
就是因为是神给的，所以这首歌就做了，叫永不放弃。今天我不知道你遇到的困境是什么，可能家庭有问题，孩子啊，父母亲啊，事业啊，或者是你的经济有问题，但我要用这首歌来祝福你，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永不放弃，就像我们的耶稣一样爱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永远来到神的面前。耶和华，你是